说了走了，你再想亲近他，亲近不到了。啊，所以确实有真人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，他不透露身份，你完全看不出来。啊，他做的一些事情，有的时候你很欢喜，点头赞叹；有时候你也会摇头，你觉得他做错了。其实他有他的道理在。啊，你要能看穿了，你才晓得他没有一桩事情是做错的，都是在教化众生，都是在帮助众生觉悟。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他所用的手段也不一样。啊，他们非常活泼，真是智慧，真是利益。啊，这都是等觉菩萨再来的。